两位能说能唱能演能练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哦，因为我知道啊，李晨演过好多的戏，譬如说《唐山大地震》不是他演的，比如说什么《鸿门宴》以及很多大戏都没有他的参与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希望他能展现不一样的李晨。对，其实我是演过戏的，在大概十几年前，我演过两部电视剧一部叫做《生命因你而美丽》然后是一部现代剧，第二部叫做《风云》对，有印象，是不是？有印象。当时那个全称叫《风云雄霸天下》，武装片，我演那熊，我演的那个霸，合适。对，我今天我们爷俩同时出现在一个舞台上啊。那么今天咱们这样啊，包括两位老师在内，连我们副主持，每位拿了一张卡片，卡片后面有一个提示，里边演的内容都在上面了，或者是人物，或者是事物或者也许演一个道具，反正都有。按照这个提示，你要表演，表演之后我们猜。如果猜中了，那说明你演得非常好，和题目很吻合。如果猜不中呢？猜不中的话，我们会有惩罚制度。还有惩罚？对对对对对，也没有大惩罚，就开个玩笑。比如李晨这样的，就把头剃掉；比如董老师呢，就烫一头就行了不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们题目都在这儿了，各位分别来拿一个吧。你们准备好了没有？从四月开始，化老妆。猪八戒学抽烟，猪八戒刮胡子，猪八戒摔钉耙，还是猪啊？这个很复杂，很复杂。你的表现力确实是父与子，好像里边有那个有胡子，有胡子，有抽烟，抽烟。这我们猜不着了，这个啊，好吧，来吧。孙悦，拿出你的卡片来告诉我们，你扮演的是什么呀？男人帮。嗨，那个帮你是怎么演呢？帮。这玩意儿谁猜得着啊？这玩意儿。不是，我能想得出来。啊。来，给我。扭什么呢？哦，姐夫演的是流沙河那集。都是《西游记》。还有女妖怪呢，画画，画画，再画蜘蛛精。哎呦，芭蕾，小天鹅湖。哎呀，他这个故事太繁琐了。有爱情。这是那什么什么呀、啊？这是什么呀、啊？这是谁知道是什么呀？是什么呀？不是你们猜中了吗？猜啊，那必须的，这个他不就那什么吗？盘丝洞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不是，好，猪八戒猜出来了，盘丝洞。你没有猪八戒？没有哈、啊，这是泰坦尼克号。哎呀，我。尼克号，忐忑尼克号。